出去开会的时候，然后一直烦也是没过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做了一个动作，发现说，哎，好像成功率变很高，就是我把我的这个弱伤哦提升到25，那中午到25呢，级数多了10哦。来看一下英雄信息，所以这是我的那个弱伤的那个资料，应该说全部角色的资料啦。然后这个装武是25，那其他的话呢都是30、21、30、21。然后神器的话是洛桑、罗万跟这个干涉是号角，那国王是神王之眼。那莱卡的话呢就随便装吼。那原先洛桑没有25的时候呢，几乎古王开大的次数很少。但是洛桑装我25，然后多了那10点级数呢，不知道什么这个古王开大的那个次数就开始变多了。哦，刚刚好干涉摸了一下，把那只摸掉。耶，38之9终于过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洛桑的那一个，好，38之10就好反多了。然后这个英雄的信息大概是这个样子，Go。好，终于3连反法完了，这38之11，全部都是装号角，然后阿塔利亚开场打断这个魅魔的3条血。OK，终于可以到了38之12了，推五关，村姑，哦，国王反伤好累哦。OK，好，那这个就是38之9到38之11哦。